记得先去买那两包，不要再像上次一样，知道？等一下，等我还没来，我在洗我橘子。然后我来了。为什么要洗橘子啊？那个啊，洗橘子皮啊。你们不要吃橘子皮。它有农药。无情开枪！吵起来！好死了！好死了！越过山丘，还发现无人等候。超爽的！你们这全局都是什么大病？哎，你发现了一个阴谋？那可能不是说出货，那可能要500抽才会出货。那可能真的要500，那可能要500抽。我现在3600蓝粉，我就喜欢买纸的比较好。哦、你有看最便宜的那个操作是不是？就一样啊，没有怪的那种方法，每次嘛都一样。对他学会了教训，他不能先抽，因为先抽抽到他没办法买那个组合包。我操 ！Five minutes later， 看超没诚意的，好啊，有点丑，超级没诚意。你要不要看一部片？你现在有在录影，你可以说看一部片，超级没诚意。对，好，超级没诚意，超级没诚意。这次的活动就是一个字，超级没诚意。这是邦加尔多，我妈第一次看到未来就是法拉的、哦，哈哈，有点像法拉那个。Justice， 嗯，爸爸爸。你怎么跑？它下面那两个很像推进器的。噔噔。耶。哦，这样哦哦哦哈哦，是这样哦，为他开是真的蛮帅的，妈、哦、的！哦，我以为是红色粉末，没事。等等，这样子你进去看不到你灰的画面啊，让我进来。哦。哦。干，你也太吵！哎、欸，我靠背，我掉出来了。看我滑铲，我看得到我的脚胶哎。为什么？你看我画面，我看不到啊。看我画面。啊、我知道、啊。对，好酷哦，我看不到哎。哪一个？脚胶嘞？哎、欸，对耶。脚胶。为什么你看不到你的脚？这是 CSGO 吗？脚胶。他看得到、啊。看得到我的脚胶。一般滑铲看不到自己脚胶。脚胶，脚胶。脚胶。很合理啊。干，这把其他下面往上抡呢。我的脚动作很多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么就很重哦。可以转刀吗？人家可以转刀，你可以转吉他吗？可以啊。干，你走的时候是把吉他扛在肩膀上哎、欸，像斧头一样。我操！你看，好像鸟窝。靠背，棉花糖哦，转圈圈棉花糖。屁股，好，看到屁股。对，他的屁股好赞哦、喔，看起来好厚哦、喔，太期待。不是他可能，哎、欸，喝酒，喝酒，就说，有啤酒哎、欸，太期待。他倒在鞋子里，为什么？笑笑笑笑笑，嗯嗯嗯嗯，好臭，好恶啊，好臭哦、喔。搞不好那是寻鞋犬的鞋子啊，他们都玩这种啊。所以。哦，他跟巡演犬有一腿啊、哦！有啊，他背后那边，他吉他后面有颗、啊。他吉他背后就是颗巡演犬，然后一个爱心，然后他自己的名字叫。Black。马吉在旁边哭啊！他们两个是情侣哦，公开的。马吉对他来说比较像姐妹吧，战友是不是？不知道，可能炮友吧。OK。欸、有可能是炮友，我觉得是炮友。干嘛？两次弹不一样的。我听不到声音。那你可以开声音。妈、欸、的，引诱四人弹呐、啊！我准备要弹，然后你把我吹掉，那个我要弹。不是，我在游戏里面听不到。有聊？工作只有这样吗？就三个。应该还没洗出来吧？你应该还没洗出来吧？他不要跟我说他两有、欸、他两首歌，然后哎呦哎呦，看到大炮、欸，一挺大鸡巴。
哇，你拍打了一下你的硬体大鸡巴，这么色啊！哎、欸，怎么又有啊？他、啊、这是蹲着的吧？对，蹲着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找到，找到。这个往左边拉。超级大烂。超级大烂，叠推，叠推，叠推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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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往前了。不要往前。哎，我有跟你们讲过我是高中当老师吗？有啊，有啊。那我有跟你们讲过他们很白痴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但能想象他很白痴。好，你说。我上礼拜五第一天去上课，他们已经开学两个礼拜了，然后我才去接账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上到哪里。然后前一个老师也没跟他们跟我说他们上到哪里，所以我准备了第一章的教学，结果去他们说他们上过，然后我没准备教第二章的，所以一开始就有点尴尬。但是我还是会，只是我没想好要怎么教，就是哦，没有备课，我只是没有备课这样。后面我在教面包板。但我没有备课，所以我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。但是没事，你继续讲。但是我觉得我教的不差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在听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后面就说：“好，既然这样，你们都不想学面包板，来，我们就焊接。我们焊完，想学面包板的，想学面包板的，就来跟我学面包板；不想学面包板，就是旁边滑手机。”然后他们。遗憾完，然后就开始在滑手机，他们在那边玩《星穹铁道》，然后有一个人，他问他看起来是宅宅，戴着眼镜这样，然后他是用那个 Android 手机，然后他一打开封面是 Fubuki， 他问我第一句话：“老师，你也玩原神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他说：“老师，那你也玩什么游戏？”我说：“哦 ，Apex、风之谷，然后什么 PS4 这样打 2K。”然后就有两个同学说：“哈，老师，你有打 Apex 哦？”老师。那我们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八点我们一起打。我说你们什么牌？他说，这一季铜牌。我说这一季不算，我觉得这一季不准。你们之前最高什么牌？他说，那银牌。啊！老师，那你什么牌？我说，白金这样。他说，哎，老师，那你可以。带我们飞，我说飞你老妈，你老妈，我说我会被你们拖下水，我带不带动，我可能飞不太起来，我耳机里启动，我耳机里飞机，哎，他们两个我耳机都飞不起来了。就另外一个就跟我说啊，老师你有玩游戏吗？我说没有，然后他就说那你有看 V 吗？我说有，他说你看谁？然后我们就聊一下 VTuber 这样，然后他那一桌就都比较宅，他们那一桌就开始。打开星穹铁道，然后开始抽卡，但他没有玩。我就说你有玩原神，你没有玩星穹铁道。他说我没有，因为我怕我玩星穹铁道会跟我玩原神一样氪很多钱。我说哦，所以你原神有氪金，那你这样氪多少？我就没想说高中生应该什么很多钱，应该就是什么一千这样，六千。不可能，小看高中生，真的很有钱哦。你知道共什么？很有钱哦。你们猜一下，你猜一下他说很多钱是多少？五万，三万，三万哦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谁猜最近。你说新女生，你说三万对不对？我猜三万了、啊。那阿燕你说多少？十五万。啊，那个新我猜八万，我猜八万。你猜八万，好，阿燕是对的，但还是差的很多。看他克五十万呢、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对比万还多。干你娘嘞，差多了好不好？十五万的三倍。我们都想看高中生了。干娘妈，我说我就很惊讶，我说五十万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还好吧，很少哎、欸。不是，他说对，可是我不是一次氪五十万，我就是从以前到现在。我说问题在这里吗，老哥？问题不是在一次还是很多次，可能是累积。哦，他很锁，他有没有写绳锁？在这里。可以。
欸，他往前走了。往前。OK。没有人了。三秒，三秒。看这里，看这里。不信你给他看那边。OK OK OK。我拉个电，我拉个电。好一个。这里倒了。OK OK。他一滴，那狗一滴，丢了丢了丢了。左边可能会。走走走。哦，我超级大烂，我超级大烂，超级大烂，丢大丢大，从你丢大，别往那边丢大。OK， 丢了。掩护我下。打打打打打！我要电，我要电。谢谢谢谢。他掉下去，他掉下去。OK OK。不要不要不要跑！就那边那边就有人推哦。我在看我在看。来来来。先拉电，你们先拉。来来来。我拉电。我打起来，我打起来，我先拉，我先拉。好好好，我也拉。打光了。要掩护我下，我要打最后的。他们在救，他们在救，他们在救。锁烂，锁烂，锁烂。Nice。